首先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墙体与空间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地方我做了一个 SU 的样例，里面包含了一些可能形成空间的操作，比如说有单面的墙体，有单个环形的单面墙，有两个单面墙为核形成空间，有四个单面墙共同为核的，也有实体的墙体，有四个墙体为核的，有单个环形墙的，还有两个墙体为核的，然后在这其中插入第三面墙，有脱开的，有半嵌的，也有这种直接嵌入的，然后第三面墙里有一些开洞啊、挖空等操作。感兴趣的同事的话，可以仿照这个思路去做一个这样的范例模型，然后进行导入，来看一下它的结果。那么这里面每一个对象都是使用的 IFC Word 的对象格式类别。那我们对这个文件进行导出，格式选 IFC， 然后我们把它导入到 DirectSeaver 中。那我们发现这个文件就被成功的导入了。这个地方说一下这个单面墙体是怎么回事。就这个单面墙体，因为它这个 Dalex 软件中它所有的一个模型对象都是采用的封闭的一个体量模型来做的。那如果我们导入 SU 中的单面模型的话，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它的反面是一个不可见的状态。那我们看 SU， 就是我们每转到一个角度的话，在 Dalex 中它的这个反面这个面就属于一个不可见的状态，那么我们只能看到它的一个正面，就像这样。那回到平面，我们发现我们所导入的三个单面墙的模型它都是没有正确形成空间的。那么实体墙体的话，它大部分还是能够正确的被识别为空间，但是有的不行，比如说这个，这个在 SU 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环形墙体，那这个地方它没有被识别为空间的原因，其实就是在这个软件里面的话，它生成空间是需要至少两个墙体首尾相连的，然后我们的面片墙是无法形成空间的，其次在墙体上进行开洞和挖空等操作也是不会影响空间生成的。比如说我们在 Dalex 中可以看到，我们 SU 里的这些进行了墙体挖空的一个开洞的一个操作的话，也是被导入后能被识别为两个独立空间。然后这种半嵌和这种飘在空中的墙的话，这个肯定是没有办法被分割为两个空间的。这个的话，因为墙体它断开了，所以也没有被识别为空间。然后我们还会发现一个问题是，这两个房间它们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下面这个它是被划分成了两个空间，上面这个的话则是识别为了一个单独的空间。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要说清楚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在 SU 里给它复制一组房间出来，然后把它往上移，让它的 Z 轴坐标不为零。像我之前的这一组大组模型的话，它都是直接放在那个 XY 平面上的，就是它的 Z 坐标是零。然后我们再把它进行一个 FC 导出，
那我们把刚刚导出的这个第二个模型导入到我们的 DELUX 中。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刚刚我们移动过 Z 轴坐标的一个模型，它全都没有被识别为空间。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其实是因为房间的这个空间的形成，它其实是不只依赖于墙体，它还依赖于一个地面。那为什么我们之前用的这个 XY 平面上的模型导入之后能被识别为空间呢？因为这个软件 DELUX 它里面自带了一个默认，而且是一个隐藏状态的 XY 平面，就是这个是它的一个默认地板。比如说，我们采用一个 DELUX 里，它，这个先关一下。比如说，我们采用它的一个室内设计这个功能，然后采用绘图。我们在这个模型里面的话，它只绘制了一个墙体，但是它也能形成一个空间。其实原因就是，它在这个软件之中，它 XY 平面上它默认有一个地板的存在，所以说它能被识别为是一个空间。那我们把这个 Z 轴坐标移开之后，那这些墙体就变成浮在半空中的了。我们下面是没有给它，画一个楼板出来的，所以它没有办法被识别为是一个空间。那这个地方再回到这两个房间上，这两个房间为什么看起来完全一样，但是它的空间划分不一致呢？我们回到 SU 里，去点开这两个。那我们发现，第一个就是这个被划分为了两个空间的房间，它中间的这个，实际上它的它这个对象的坐标是，就是 Z 轴坐标是零，它是一个完整的墙体进行了下部的掏空操作之后形成的。那实际上，系统会把它认为是和这四个墙体，都是在一个默认的 XY 平面上的，所以说它是能被划分成两个空间。但是上面这个它为什么不行呢？我们点开它之后，发现它的 Z 轴坐标是飘在空中的。那这个地方相当于是我们在绘制它的时候，是直接按照一个结构梁的形式，建立模型之后打组形成的这个墙体，它的一个坐标并不是在，它的一个 Z 轴坐标并不为零，所以说，系统把它就是，其实就是说它没有和那个，一个地面相交，然后系统的话就没有把这个空间给正确的划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总结一下的话，其实就是，生成空间至少需要两个墙体的首尾相连，然后我们的面片墙都是无法形成空间的。其次就是在墙体上进行开洞和挖空等操作，也是不影响空间生成的。但是进行这些开洞和挖空操作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我们最好是，能先把一个完整的墙体建立起来之后，再对它进行一个掏空。如果我们直接按照，比如说这种像做一个结构梁形式的，然后它的 Z 轴坐标并不为零的话，或者说它的那个空间体量并没有和我们的地板相交，那系统也是无法把它划分为两侧的房间的。